意念把自己病治好了。啊，这个事情以前我讲没有说得这么清楚，啊，没有这么明白，啊，我在20多年，啊，在美国的时候，我曾经跟诸位报告过，啊，在达拉斯的时候，有一次啊感冒，啊，那么同学带我去看医生，那个医生是中国人，听说现在这个医生也不在了，还过世了，啊，年岁并不大。我跟医生说，我说这个病人病治好啊，不是医生治好的。他很惊讶，哎，我说怎么治好的？信心治好的。啊，病人对于医生有信心，对于药物有信心，啊，信心把它治好的。哎，如果这个病人的时候，他对这个医生怀疑，对这个药物怀疑，那就一点效都没有。我说了他想了半天呢，他点头，他同意我的看法。啊，我说医生把病人治好的时候，医生对他的这个医术有信心，对这个病人病能治好的时候也有信心，啊，彼此互相都有信心才产生效果，啊，如果要一方面失了信心的话，都不可能有效果，啊，这个是在20多年，啊。现在说，这个我们对这桩事情了解就更透彻了，啊，尤其是日本江本博士的实验呢，那给佛教是做了一个科学的证明，啊，你看这个水是矿物啊，啊，它不是动物，它也不是植物啊，它矿物啊，矿物有见闻觉知，它会看，它会听。懂得人的意思，啊，我们人有善的念头，对他，他的洁净就非常美，啊，这个在显微镜之下的时候都看到了，都照了很多照片了。如果有恶的念头对他，啊，我讨厌你，啊，不喜欢你，他的洁净就很丑陋。那就是说嘛，我们整个身体原本是健康的，不是。有病来的，个人都是健康，都是圆满的，啊，病是什么呢？你的心不善，念头不善，把你里面的这个细胞组织啊，它变坏了，那病就这么生的。那你要是换个念头，善念呢？你看诵经善念，念佛是善念，这江本博士实验了。啊，他拿一杯水，放在心经上面，啊，这底下是心经，摆在心经上面放1个小时，那个水拿到那个显微镜底下去看，洁净非常之美。啊，他试过心经，试过法华经，还试过一些咒语，啊，都非常美。就是我们诵这个诵经念佛，这最心最善。啊，它就能把我们那个不好的细胞啊，通通还原了。啊，通通还原了，啊，细胞还原了，你这个器官就恢复正常了，这病就好了嘛，就没病了嘛。啊，所以它有道理在，它不是没有道理。啊，所以你真正懂的是，不是迷信的。啊，不是说我念佛佛加持的，不是。因为你念佛那个念头最好啊，念最好啊，所以那个念头的时候，把你身体不好的那些细胞的时候，全部把它重新变回来了，就这么回事情。啊，你懂这个道理啊，你才晓得，意念要是集中啊，会产生很不可思议的效果。啊，那么在中国，上一次不知道是什么人送我一本那个特异功能。啊，是中国是最有名的一个特异功能，叫张什么肾，啊，张宝胜，对，张宝胜，哎，送这本书给我看，我都把它看了，哎，他那个能力是很强啊，能力很强，那个强是那个能力是什么呢？就是意志集中，啊，我们一般人意志是散乱的，很不容易集中，
啊，你看他要发功，那发功就是集中啊，啊，那个小的事情呢，大概几分钟，啊，那个大一点的时候，他差不多要十几分钟，有的时候要半个钟点，啊，那个意志集中到那个程度的时候，他才能突破，啊，所以这个是不稀奇啊，哪个人都有啊，问题就是你能不能集中。啊，就好像这个光一样，它能把光聚成在一点，那个光就很强，它起作用。我们的光是散的，集中不起来，就这么个道理。啊，所以你要好好的修行，就是把意念集中，啊，那你整个身体健康全部都能够恢复。啊，所以就是道理在此地。啊，你要明白这个道理，相信这道理，自己好好的去练。你这一生可以不会生病，啊，一生呢可以不会去看医生，啊，身体健康，啊，所以人一定呢要有个欢喜心，啊，佛家讲的是法喜充满，啊，不可以忧虑，不可以烦恼，烦恼就使人衰老，啊，一个人常常生烦恼，常常发脾气。这个人寿命不会很长，啊，而且衰老得很快，肯定毛病很多，啊，越是身体不好，毛病就越多，是啊，这是它两方面，这是相辅有关系，啊，所以他能够说把脾气改掉，啊，见到人都不要再计较了，啊，都欢欢喜喜的，把毛病改掉之后。他身体就会健康了，啊，所以这个理要懂，啊，你懂得之后，你看这个山西小院这40多个人呢，他们得的癌症，医生都放弃治疗，啊，居然在这个诵经念佛了2-3个月就很好的效果，啊，恢复之后多少年来不再重犯。比药物治疗还要殊胜，啊，这个道理要懂啊。啊，所以这个，你这个小孩有毛病的时候，这可以给他做参考啊。第三个问题，这30心念中，未受菩萨戒的居士是否可以当为闹合约众？在不得已的状况之下。啊，可以，最低限度呢，他要守3皈5戒，啊，他才如法，啊，才会有感应，啊，3皈5戒或者是受了菩萨戒，如果有名无实，效果都不大，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个与鬼神打交道啊，最重要的是真诚，诚则灵，啊。不成，那就不灵。啊，你是真正受过3皈5戒，啊，3皈5戒你做到啊，你没做到啊，光受那是假的，那有名无实啊，啊，鬼神瞧不起你。你真正做到了，啊，鬼神会很恭敬你，而且佛在经上这讲得很清楚，啊，真正三皈啊，有36位护法神。啊，那受戒呢？一条戒有5位护戒神。啊，5戒都受圆满了，都能做到了，有25位护戒神，36位护法神，那鬼神怎么会不尊敬你呢？啊，所以受了一定要做到，受了做不到啊，那是欺骗佛菩萨，也欺骗自己，也欺骗众生，啊，那是有罪的。这个一定要懂，啊！那现在我们这3皈5戒、菩萨戒受了之后，为什么做不到？啊，不但连这个做不到啊，更基本的十善业，十善业是基础。啊，十善业做不到，那3皈5戒都是假的了，那他不可能做到的。是十善业是佛家的基础。那十善业做不到的时候，所以我们想呢，还有更深的基础，
那就是小乘。